哎呀，what's up，大家，我是潘玮柏，我今天要示范的是快乐崇拜 rap 的两种。快乐到底是什么样的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 Y 世代？大家历史课本，看着日子是超级紧张，对，号称热舞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的什么样的风？就是放个酷牌的朗读版也不是那么的简单。这是全民朗诵的节奏吗？染黄的长裙被疯狂洗脑，染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。没想到潘玮柏也出来恶搞了，居然还是童年回忆快乐崇拜，没有了说唱那味儿，听起来也是有点奇怪。看来朗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还要注入感情，不能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独自机器。让我们来回味一下说唱版的快乐崇拜吧，感受一下烫嘴的歌词。现在这个匆忙时代，算了少了时间，千万不要倦怠，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有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觉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就是快乐的秀。